爆炒意大利面炖饭，超迷人脆皮风油鸭腿，起司炙烧鸡腿排，超人气的早午餐店，你们还没吃过吧？太嘎后矮黑梅森，今天天气超好，带各位来到台南中西区的爱博达。这家店白天是超人气的早午餐，晚上是一家迷人的餐酒馆哦。今天来吃几道他们家的人气餐点，大火快炒收汁，让面条充分吸收精华，再放上满满的剥壳虾，这道必点的蒜辣鲜虾就出餐喽。做工繁杂的风油鸭腿烤到表皮酥脆，放在青酱炖饭上，这道疗愈满足系美食就完成了。这道蒜香起司炙烤鸡腿排，上层放的起司也太多了吧，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动喽。爱博达梅森来过好几次了，餐点的调味和环境都让我蛮喜欢的，选择多种，分量也很够。意大利面充满蒜香和辛辣的刺激感，尾韵还带有虾子的鲜，风油鸭腿真的超好吃的，软嫩又有肉汁。再来份蕈菇和起司都超满的鸡腿排，最后再来冰淇淋蜜糖松饼收尾。别说我没有介绍约会的餐厅给你们哦，赶快去吃吧，拜拜。